倒转乾坤是王国之类最多功能的能力，我们分成几个大项来说明。第一个，轨迹回溯，顾名思义就是让物体沿着运动轨迹回到较早时间点的坐标，所以就算神庙把你的球弹飞，倒转乾坤也可以直接把你的球拿回来。如果更刚性的物件阻挡在轨迹上，就会像影片中的球一样卡在弹簧柱上。像东西掉下来也会沿着轨迹倒转回来。所以东西不小心掉下去的时候，不要气馁或急着马上追上去，开倒转直接让它转回来吧。解神庙的时候也不用怕浪费武器，丢出去之后也可以让它倒转回来。第二个返回移动，指的是故意让物体返回的轨迹刚好是我们想要移动的方向。最基本的就是把翼拉到远处再拉回来，这样就可以不用轨道，直接乘着翼飞在空中。像我现在把锅子用救急手拉到比较远的地方，之后再回到我们面前。这样倒转乾坤的轨迹就会往前。同样的方法，既然救急手拉不上去，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通天上去。再来是王类很恼人的绿石头，我们可以射木柴或是肉，从终点射到绿石头那，倒转乾坤一下，避免它过度滚动。飞过去用救急手粘在不会因为滚动之后被地板挤掉的位置，这样就可以让绿石头倒转到射箭起点的位置。这个方法常常配合装，站在上面可以方便运送，只是注意在粘的时候不要粘在轨迹会撞到的地方，一样很容易被地形挤掉。再分享一个例子，这边粘的位置不好，掉下去，不用慌张，刚刚有提过，可以直接倒转让它回来。也可以用来搬运克洛格，如果不想浪费装的话，可以用木柴或是肉，只是射完之后多倒转取消一下来重置惯性，避免木柴或肉滚动，不然粘上去的东西很容易被地板挤掉。
第三个物体静止的功能，倒转乾坤开始倒转之前至少有一秒钟的静止时间，让玩家可以有短暂一秒的时间来干涉物体。像这里救急手直接切换倒转来静止，马上就让林克有时间可以乘坐在椅上。这个例子故意把球弄下来，用倒转乾坤让它静止一秒，就可以在这一秒内把球拉下来。像这种宝箱故意放在会掉下去的位置，用倒转乾坤就可以很轻松拿到，因为在开启倒转的时候跟旷野之息的静止器不一样，倒转的画面会完全静止，很容易就可以静止物体。如果救急手停久一点，就可以让物体在空中静止久一点，这样被拉到空中的物体就可以变成一个踏台。搬东西的时候常常因为救急手够不到上面，所以没办法把东西运上去，这时候就可以让它停留在最远的地方，接着移动到上方再倒转物体，就可以站在上面把物体拉上去。像这样搬绿石头的例子也是同一种做法。第四个是硬直取消的应用，一般我们可以用火属性武器蓄力攻击，瞬间按 A 就可以在雨天消磨时间。那万一手上没有火属性的武器，一般丢火焰果会没有消磨时间的判定，但如果丢火焰果的时候放开 R 瞬间 L 开启倒转，取消投掷硬直，并且让画面静止，这样快速 B A 就可以消磨时间。另外玩家想要24倍伤害偷袭的话，也可以丢完冰冻果开倒转，快速 B Y 冰冻和偷袭的时间差，就可以同时触发破冰和偷袭的加成伤害。再看一个大坡的例子，如果来不及按的话，也可以先往上丢，倒转重置一下惯性，在它掉落砸到魔物前，瞬间按下 Y 偷袭，也可以触发24倍伤害。丢炸弹花开启倒转，也可以让玩家更来得及触发 SBR。第五个是刚刚提到的惯性重置，早期没电池的时候搭乘 MK2 常常骑一骑就没电，这时候在空中就可以重复倒转，就可以在这个静止和回溯的循环里恢复电力。像之前打篮球的时候故意丢过头开倒转然后取消，物体就会重新再从初速为零开始落下，没有水平速度。像这样要搬运萨尔达的例子，怕物体落下速度太快导致萨尔达被弹飞的话，就可以重复用倒转乾坤来重置落下速度，这样就可以安全降落。第六个投掷惯性重置是第五个的延伸，一般我们丢一些属性素材的时候会直接被当作攻击武器，接触地面就会爆破，那玩家如果想用投掷来复制材料的话，就必须倒转一次丢出去的材料才有办法重置它的落下惯性，避免爆炸而复制失败。 1.2.1 版的投掷复制也是一样。
第七个刚性是指倒转的过程中，除非碰到比较硬的地图物件，不然过程中撞到的东西都会被破坏或挤开。像这个被丢出去的枪，倒转的时候大波被重锤了一下，但倒转回来的枪却没有损坏。用救急手把东西绕一绕，让它旋转，就可以当作武器使用。还有一些碎石墙，拉东西过去转一转，再倒转就可以轻易把石墙打碎。要继续分享倒转乾坤的精髓之前，再次欢迎我们的干爹 Gamnair。继上次所介绍的 Legion 7，这次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它的进阶款 7DS。7DS 摇杆同样具备 Legion 7摇杆的功能，漂亮的外观以及高质感的表面设计。不过这次 7DS 所呈现的绿色是稍微有点青绿色的感觉，看看通天鼠的颜色是不是更显得有王国之类的感觉了呢？连优酷都抢着要呢。握把的舒适感以及耐操性相当适合动作游戏使用，就连输入复杂的大乱斗特别篇也不怕乱靠招弄坏手把。再来就是 Legion 7也有的连发功能，让大乱斗在测试真脸的时候也非常好用。当然不要忘了强大的聚集功能，就连 1.2.1 版南岸的投掷复制，成功一次录制起来之后，随便一颗钮就可以轻松复制一个材料，可以看到站好位置按一个钮就能够成功复制。而 7DS 除了和 Legion 7一样有唤醒功能，这次另外追加了扫 Amiibo 的功能，让手把功能变得更加完善以及多功能。玩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选择对应的手把，而且支援多个平台，不怕买来只能用在 Switch 上。以上功能如果还是担心， Gamnair 也有实体门市，让你直接在现场体验。另外也提供了18个月的保固，多重保障守护你玩游戏的体验。以上分享供各位玩家参考，这边也感谢本次的干爹 Gamnair 电玩酒吧。第八个就是最实用的电梯功能，配合救急手拉起另一个平台，移动到被抬起来平台上面之后，倒转脚下的平台的时候，马上快速手持另一个平台往上拉，这样平台的高度会持续堆叠越来越高，重复动作就可以让林克一直往上移动。注意放下的时候一定要轻轻放下，要是直接丢下去或是乱放，掉在地上乱弹，立足点就会很不稳定。不过这个方法有高度限制，太高的时候上升或落下速度会超过救急手的移动速度，连结就会断掉而无法控制。水面上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放下的时候要轻轻放下，不然往下丢就会沉到水里面，林克会来不及拉另一个平台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肉射到墙壁上掉下来，或是射的途中让肉在中途烤熟掉下来。这个自由落体的倒转轨迹和其他平台粘在一起，就可以让林克移动到高处。
在如果有 A、B 两个东西连在一起 ，A 成功倒转的时候 ，B 的倒转轨迹就会被重置。影片中海拉鲁草成功倒转之后 ，E 就会一直停在解除结合的位置。相同原理，我们就可以用木板和肉来达成无限上升。慢动作来看，丢出一个肉，把它往上拉。让它自由落体，把它们粘在一起之后，瞬间倒转肉。将木板和肉整体就会被往上抬。上去之后，把肉捡起来，木板会失去倒转轨迹，瞬间再倒转木板，木板就会停在空中。这时候再丢出一个肉来，重复以上动作就可以达成无限上升，只是速度比较慢而已。第九个则是神庙特解最常用到的倒转动量。像投掷中的枪，它会产生逆时针的高速旋转，投掷瞬间倒转重置一下惯性。如果它停在13象限的方向，就把枪的左侧和左边的木板粘在一起，再倒转一次枪，枪就会用很快的速度顺时针旋转，站在上面的林克就会被甩飞。冲刺的时候丢一颗苹果，苹果会往前滚，一样可以利用倒转这个滚动的动量把林克甩上去。还有一种常用的情形，这边以电池为例，我们先把电池拿起来再放下，让它回到被林克举起来也不会改变方向的预设状态。这时候我们用救敌手举起来，纵向转180度，放在地上之后再度把它举起来。这个举起来的动作会在 0.03 秒内完成一个180度的旋转，然后再把它放下，粘在木板的前端，站在木板后端倒转这个电池，林克就会被甩出去。适当应用这个特性，就可以做到很有趣的神庙特解。不过，关于这个部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也是夏万零四提到的顺转乾坤。这边把风扇举起来，产生了一个顺时针旋转。照倒转乾坤的逻辑，风扇会沿着逆时针回到举起前的位置。这边我们再举起来一次，产生一个顺时针旋转。但这次倒转却出现顺时针旋转。移动轨迹虽然是依轨迹倒转，但是物体的自转有时候却是顺转，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玩家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在空中放出物品，倒转的终点就会在它开始出现的地方，战斗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通天平台。东西弹跳太快不见的时候，也可以用倒转乾坤来找东西，沿着轨迹就可以找到东西的位置。1.2.0 版以下触发长期水栓之后，
在发动中的水栓开倒转5秒以上，取消倒转的瞬间按 A 操作操纵杆就可以遁地。穿墙也是可以的，按住 A， 接着 L 倒转5秒以上，然后往前自由加 X， 取消倒转的瞬间就会往前踩蹲跳穿墙。1.2.1 版的话，必须用重新装备的水栓武器，也就是不能空手捡。如果是空手捡，就必须切换一次武器，或是卸掉再装备一次。把武器丢出去之后，开启倒转，停滞约6秒以上。解除倒转的时候，就会看到明显的 lag。在这 lag 发生瞬间，快速按 A 操作操纵杆，就可以遁地。如果没遁地，就再停滞久一点。继旷野的禁止器，说倒转乾坤是王国之类最强的右手能力也不为过，它也是神庙特解的最佳利器。详细应用也欢迎参考 Yuda 的神庙特解。关于倒转乾坤还有什么影片没提到的特殊应用，也欢迎玩家在下面留言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